一张装面，
改良不对了，就是哎呀，看老百姓难受，我着急，看着急呀 啊！打抱不平，您还能打抱不平？打抱不平啊，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哦，这好啊，走到街上那儿来辆车啊，大汽车100来万，这就是这坏人。把人开车就坏，跳级，我去，跳级，对，对，对，想完了吗？什么叫跳级？好，你看了吗？啊，还有什么样的？红的，是吧？你错了，玫瑰的。我看大汽车，我很生气。哦，您不服？哎，那都是民脂民膏啊！过去老百姓开来地，我要为百姓报仇。您干嘛？车过来，我。我办他！哎呀，谈这个，跟去这赏神溜没什么区别。爸，您耳熟吗？对对，您也知道耳熟啊。为民除害，你呀，给他给下，给我给坑了你！这真叫为民除害。有点面子，就说这个意思，知道吗？但是我打这儿我就想起来了，这世界上肯定有恨我的人，多那可不少。你这车就是吧？这我办的这车就是吧？我就想，可千万不能让害了我。哦，全世界就靠我一人了。您这事儿，非以人民幸福我身上了。哦，这重担我身上了。别知道吗？我写遗嘱。我天天写遗嘱，这遗嘱有天天写的吗？万一他们害死我怎么办呢？写遗嘱，早晨一睁眼，啊，我活了，压根儿也没死，活到改日了，再改日了，改上哎，天上日久啊，我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您这日记都是遗嘱合的，我就得写清楚了。我这小本儿记得真真的啊，那小学同学害我了。啊，那小学同学骂我，那小学同学跟我不客气，那小学同学啊，干嘛全是小学同学？没上过中学。说您这学了还能记住，这就不容易。我希望全世界人都好。是，但是实话实说，坏人是有的，坏人是有的。啊，有一小学同学，还是小学同学。现在是搞体育的吧？哦，练的。那不什么？那不算。算体育吗？游泳、跑步算吗？那可是体育。算哈，算。哎呀，我一提他，我都懒得提他。干嘛呀？小时候你是他们家多穷。哦，那都没钱。哎呀！要死了是怎么的？嗯，怎么了你？那太穷了，怎么跑的？穷你这哎，这会儿心情还好一些。一人有叫人无。小时候上学，上小学啊，带一窝头。那多吗？我知道为什么你教的都尝试着杀人。窝头的眼儿里边，咱这人带你这人过的日子吗？啊，窝头眼儿里带咸菜。你看我们的饭，打个饭盒，哎，窝头在这边，咸菜在这边。当初的幸福生活，哎呀，家老百姓一点都不冤。后来这小子学体育，是练体育，还得了一个什么、啊、世界冠军呢？那叫什么？或者出息了，人这孩子得一金牌，据说是好冠军。那好什么好啊？冠军啊，得一个金牌就了不起了，不容易。你看人岳飞12块。这个摆了，那是真正的英雄，这真正大英雄，人家啊，就得一块，电视台还采访呢，人家光荣怎么采访啊？我都不知电视台怎么讲了啊！你采访他干嘛呀？怎么了？他连我都没提，凭什么？他都不提我，你说这还是人吗？啊，提你就不是人了。没有我的帮助，你有今天吗？您帮助人，当然我也没帮助他，是吧？那不是废话，就说这么意思啊。
你不提我，不提我，我也不提你，知道吗？没人采访，知道？我自己，我要宣泄，我不满。哦。我晚上我在电脑上，我写文章。哦，打字。写文章我骂他。我骂人家干嘛？卷的，我给他编瞎话。啊。我就骂他，而且我骂完我不留名。你也得敢留名。做好事不留名。这是好事。我不留名哎。网络上给我起个名啊，是新浪网友。其实说的不准确，是吗？我不光新浪，我嘴也浪。这是新浪人，活该，甭理我啊！得了，世界冠军别告诉我，不爱听，知道吗？我也没说。哎，你走你的马连道，我过我的玉清桥。哎呀！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了，知道吗？就这同学，知道吗？还有比这坏的同学呢？还有吗？小学同学，不叫坏。有一同学啊，他爸爸上班腿给砸了。干嘛一个老往人身上跑？我就愿意往人上跑。
搞了河南，河南是河南，国外是国外是河南，河南，河南，您这学了，河南啊，河南是不是国外？不是，河南，河南，您这个河南吗？国外，就你怎么什么时候话？啊？不是，别问我这事儿啊，我没说就是河南啊，河南啊，河南是国外，不是一个地儿啊，当然不是一个，好老以为一个地儿，还说谁嘴不利索呢？谁嘴不利索？荷兰嘴不利索，他喝荷兰的牛奶，他吃活的金龟虾。他准有钱捐款，就这就能捐，准就我上家找他去啊！大爷，您得捐款啊！这些灾区人民就知道您了，知道吗？你得捐款，小子，我拿不出来了，你准行。你看这房子里边住着呢。废话，谁不住房？那些灾区人民还接着呢，你把房卖了。哎，卖房捐款，小子，我非得把我们家弄成灾区了，我才是捐款了吗？对，对对对对对。第一啊，第一你得把方案，第二你还有肾呢啊，看来越厉害这山区有牛结了有脚砸了你还有肾呢，干嘛卖肾？为人民快乐，何须死肾，肾对吗？再你借钱的贷款高利贷啊，借高利贷是你一片爱心知道吗？你穷疯了，还有你还有一闺女呢，你让她坐台去是吧？咦到底吗？我是为灾区啊，你是为我是为灾区，哪句话你说不对？我是为你灾区。哦，老头眉毛都立起来了。是啊，滚！哎呀，谁在那里？我很震惊。是啊，你讲粗口是你不对。老大爷，请您压文明点。捐不捐我也痛快，骂完了。我乐意，我就跟他过不去。都骂街了，还您这的？我就跟他过不去。你干嘛非要你老大爷？我当初跟他闺女搞对象，他不乐意。这是报，我就是有报复心的人啊！是这报复，报复心，你知道吗？我是为灾区，我为灾区，这冠冕堂皇，这陈桥中王的，知道吗？就落一冠冕。哎，对对对对，什么呀？我一想啊，我还得去。门口有一大企业，大楼很高，我也不知卖什么的，我找他们去。堵在门口骂街，干嘛呀？捐款，不知道人干什么的这儿。管那个去了，刀一家是一家。捐款，捐款。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捐款来。啊，改街道了。保安过来了，您什么事？什么事儿？捐款捐了吗？捐了吗？我们捐了1000万，我看见了吗？啊？这叫什么话呀？我看见了吗？啊？怎么捐？我今儿出来还翻我那搁钱的盒子，怎么没多呢？哎，不是给你，我你给谁去？没给我就不算，知道吗？捐款，对，您别闹了，我一保安我管不了。你跟董事长说，嗯，董事长的车来，来，车槽子董事长到啊。你也不会说个人话，我都英语翻译过来的吗？车槽子槽子到啊，我往前扑，捐款啊，来，人车停了啊，下来工作人员，别闹，董事长刚献血回来，我管哪个去了？给我捐了，哎，给我了，捐款捐款，你别闹，来来来，来辆车。又来辆车，请我上车啊！我有拘谨往这一坐，跟我客气，咱们走。拐弯抹角，我认识这地儿。哪儿啊？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安康胡同5号，北京安定医院。哎呀，当神经病了，纳闷这个什么的意思啊？怎么回事？真挺客气。啊，孙子去挂号去。这找这骂，这就叫欺负人呢。啊，让我自己挂号啊！你要给我100，我还落点了，是不是？啊，大爷，我刚打这出去几天呢？啊，一直就是病人，又给我送回来了啊！太不像话了啊！我闺女，你这是要疯了？我今儿把车给你砸了不可！哇，我没想到那小子比我手快。是啊，啪，打得我转了3圈啊！为什么？当时态度就好点。嗯。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想你了，知道吗？啊，以后你不许这样，哦、啊！别老你走不行。啊，我没完。我打喷嚏给你擦车。老实打的。对不起啊，我手艺就有限。他掏出10块钱来扔给我，这不合适。太客气了。问董事长好，让他早日康复啊！谢谢谢谢。你是人不是人？放人。该上了，这社会上剩你人了，现在小圣人就是我。您呢？攥着10块钱往家走啊，心里边想，也平衡也不平衡，还哪儿不平衡？一
也别扭也不别扭、哦、我这吸了一半海水啊一半海螃蟹一边养螃蟹的是吧你看要拿这十块钱来说 啊人家是我重生父母带走爷娘太下本了吧这个十块钱当爹当爸真的是真的哇但是我他打我一嘴巴呢是不是我有一个复仇计划晚上回家打开电脑来吧骂街吧这个我的爸爸哎呀有谁发明的电脑跟互联网啊又没有这个网络你说我这这不是憋死吗我这啊我早就该我写大批文章我骂他我这有这食指没累坏你干嘛非食指累我就会这一指打字儿您这学问也就这单纯了他们说少林寺有这叫一指禅哪儿啊禅了这是就这一宿太好了我给他造谣我骂这公司我诬陷他我给他编我玩命诬陷他我嗯你再找一会儿怎么了我说人家捐款人要真捐了嗨、哎、我管他骂我先通过通过吧反正骂街也不上罪啊你瞧这网上骂德云社多了哪个逮起来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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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挣钱就比别人痛快动个嘴啊这口吃了二斤多后效就心完了天亮走阳光底我心说出